最难人生课题，秀慧泪诉追星之痛。我妈妈，伊骂着我，伊讲你即马无头路，那要安怎？你怎么回答？我甲阮母啊讲，妈你放心，假使讲咱若无头路，我有一天我嘛袂让恁两个吃苦，我去路边卖玉兰花，我嘛袂让恁两个无饭通安吃。火爱冰冰秀。唱的大家都在哭了，你看那边有一个杨秀慧，哇，秀慧，杨秀慧刚才哭到不能自已，秀慧姐，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感动了大家。我觉得一个好看的节目，一首好听的歌，就是咱这部会好看的，因为好笑的就好笑，啊，感动的就感动。那即趴哦，我唔知因的，我唔知因的评论啦，但我无论感觉别人话安怎搞笑。一个歌里底是爱有生命，你们把你们的歌唱出生命了，就有那个啊，你的带领是非常好的故事。你出来，你的带领啊，你真正我的阿兄的感觉，连我都想要跟你叫阿兄。因为真正同你就是做，阮比赛个歌唱比赛差不多十七八年。就是当对，阮就真正像兄妹啊迄种感觉。因为啊，恁两个也拢是真朴实的。我拢是中部的，就是很朴实的，咱台湾的真好的囡仔呢。所以你们最难得的是，在演艺圈那么久了，你们完全没有变形，对，没有变性，你们真好哈。哎，表演真好，啊，但是这边嘛真好，哎，你是啊，你徛在边啊，一直哭哭，你是哭完哪里哭干呢？其实头当你一说想到爸爸嘛，其实我。小光蛮喜欢的爸爸，哎，喜欢的爸爸，因为爸爸在我过关时阵，我们那个节目有特别请我家人录一个 VCR， 我爸爸在 VCR 讲过一句诶，咱做爸母诶，都希望家己早囝好生，望囝成龙，望女成凤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爸爸永远做你的靠山。他讲完这句话，我现在每一次都会想到这个画面，所以只要讲到爸爸的话，我就。而且我爸爸拢做陶醉，跟妈妈做陶醉，啊，我行这条路爱开就这钱，爸爸妈妈拢不管我这钱拢好我开安尼。你敢知做陶醉是偌辛苦？美玲在讲这个故事哦，其实让我们比较感动是什么？是因为这个小孩听得懂。啊，在他北部心是，未经那个这个时阵都未了解的，你就真正了解讲爸爸妈妈辛苦哦。啊，因这边的唱歌吼，是美玲的声足清亮。然后丽蓉的声音让我们听到了她在社会打拼曾经有过的沧桑，有成熟的那一个。大家都靠靠你，咱没靠先。我忍住了，其实因为其实我哭点很低，我唔敢靠，因为一靠都冻袂掉。对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对，咱来问咱的评审秀慧一下，社会靠噶上严重，你是安那？感同身受，因为爸爸妈妈都较含慢。你阿叔足出名，你讲伊含慢。我爸爸没有赚到钱哦，因为然后一起然后左手进右手出，哎，所以我就我的一生的希望，我个做个戏，我有一摆因某一个原因，所以我无头路啊，因为我较早无出来做活动，通告演员，我较早因为某一个原因无头路啊。我妈妈，伊骂着我，伊讲：“你即马无头路，那要安怎？”你怎么回答？我甲阮母啊讲：“妈，你放心，假使讲咱若无头路，我有一天，我嘛袂让恁两个吃苦，我爱去路边卖玉兰花，我嘛袂让恁两个无饭通安吃。”我们平常看到的秀慧都是带给我们好多好多欢笑，但其实很多演员都一样的，大家吼拢，人讲目屎放放来，吞放来，
啊，笑笑互恁知安尼哈。刚好也借因为这个歌曲哦，嗯，大家把那个心情里面抒发一下，那情绪把它散发出来，抒发一下。那两位评审老师哦，那今晚我看叫秀慧跳嘛，还要跳舞。我管秀慧举彩球，我觉得秀慧的厉害的地方，她是可以每一个，人家是说每一个分钟，她是每一个秒钟都可以改变，转变可以哈。好，那要不然就在原地位，原地位，请两位起立，站起来，好，起立，好，来 music， 到底是蓝队还是红队？三二一，请选择蓝队呢？站长，蓝队。这个哈，这跟您唱了后麦无关的。对，其实你们的情感现在都出来了。对对对对。唱的时候无感动，因为感动哦，全台湾的人哦，我看今麦在看，差不多无哭的真少啊呢。无哭的人就足无良心。良心叫搞破去。讲啊，好啦好啦。